有一种沉默杀手是对男性下手，65岁以上的男性更是他的主要目标。他就是马来西亚男性第三大常见癌症前列腺癌。每117名大马男性中就有一人。别再让前列腺癌有机可乘。9月23号星期六下午1:30至下午4点，前来巴杜巴哈莫和我们一起出席开启健康之门医疗讲座，让泌尿科顾问罗华伦医生协助大家共度难关，还有100份惊喜礼品等着你。